谈陈立新啊，有点对口相声。《五鸿图》表演者吴萧庆、李萧红。感谢大伙热情的掌声。哎，啊，上的台来的两位小学生，对，没什么名气，不认识。哎，给大伙做个自我介绍。好啊，啊，我姓吴，叫吴萧庆。好。感谢感谢。我认识你。好。认识应该是的。哎，兄弟，啊，这花多少钱雇的？你看。没花钱，人观众认识。嗯。介绍完我呢，介绍一下旁边这位老师。您老师。这位老师呢姓李，叫李萧红。好，萧红老师，这也是花了钱，这二百块钱下不来，二百。介绍完了啊，嗯，说点什么呢？嗯，我们俩呢今天属于叫临时合作，太临时了，对，实在是没人了，对，把我们俩安排在一块儿，嗯，主要因为什么呢？啊。我呀平常不说相声，您我呢说相声属于什么呢？属于业余爱好。哦，合着是个副业。对了，我主业是我主要工作呀。嗯，这样让您看看我这模样，我这扯的，嗯，相声干什么呢？您啊，大伙儿也可以看看文学家。我说了，我是业余爱好，这说相声。不是我主业，我仔细端详一下啊，您看看我干嘛呢？看您这个身段气质怎么样？模样长相，这个衣着戳个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前面这干嘛呢？这个好碰您吗？不知道，别瞎猜。那您直接告诉我干什么的？我啊，主业吴萧庆啊，可能是你。可能呢？怎么废话都知道你叫什么呀？你还强调什么？科学家。哎呦，科学家。对了，你看也用艺名吗？废话，我说我本名有不认识的怎么办呀？对不对？您科学家。对呀。都研究什么呀？没看出来。不是，先别。别研究这个。科学家。我先不说我研究这个，嗯，我那单位中科院知道吗？中科院全称中国科学院，你还知道？我太知道了。啊，您在那儿工作？我在那儿路过。我也在那儿路过。我买个冰棍呢，在这边不光路过呀。那你怎么着？咱不光路过呀。那你咱还没路过。我来走迷宫了。那你啊，我不光路过啊，你在那儿，我还上过厕所呢。是是，买完冰棍儿拉稀了。中科院那是成百上千很多科学家在那儿一块儿研究，可不吗？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您怎么不一样？我自个儿研究，自己研究。哎，叫什么叫单干户科学家？现在科学家这个团体也有个体吗？您是个体户。对了，那您有什么研究成果？这我没看出来。说点我最近研究的成果啊。首先呢，咱研究什么呢？嗯，研究什么方面啊？啊，您讲讲。主要研究这个天文学啊，这属于自然科学。哎，研究什么问题呢？啊，研究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。是得笑。笑什么？废话，这还用研究啊？这怎么不用研究啊？阴天嘛，后台老先生就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阴天那是老天爷的公式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阴天是老天爷的公式。老天爷啊，你见过？我见过，我先把你带过去。甭抬杠。怎么什么叫见过呀？这是封建迷信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科学家吗？啊，你跟我这说封建迷信。我这是封建迷信。对呀，你那有科学理论。可不嘛，实话说，说平得说。你这干嘛呢？我让你说呀，我干嘛呢？你是不是请教我问题呢？姑且算是请教。看你这个模样，我就这模样。啊，拿下巴磕纸，你说说，我用不着你。不是。
你好歹谦虚一点。我怎么谦虚？你告诉我怎么谦虚？你好歹给我鞠个躬吧。我凭什么愿意鞠躬？就一这破问题，你还鞠躬了？你想不想知道吧？还行，就得鞠躬啊，就得鞠躬。对呀、啊，我是最不方便鞠躬的，我防着你也得鞠呀、啊。你鞠躬、啊，你干嘛呢？鞠躬啊，干嘛？小鸡啄米啊？上来下去脖子不好啊？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？你哪怕你度数不深、啊，你慢着点啊。还得慢着点。对呀、啊，你让大伙说不得慢着点吗？嗯，慢着点儿，就正式一些呗。对呀、啊，整理一下表情。随便挑，找出一样东西来。
我都能挑出这七个字来。我随便找一东西能咬出七个字，你随便找，我都能挑出来。你找，眼前这桌子有这七个字吗？这桌子，对，咱先说阴阳啊，啊，阴阳，说哪为阴，哪为阳？哪里呢？桌子面为阳，桌子底儿为阴。为什么？你看这阳光，还有这灯光打下来，照不着这桌子面，照不着这桌子底儿，照不着的地儿为阳，照不着地儿为阴。哦，照得着就为阳，对了，照不着就为阴，明白了？有道理。有吗？这桌子哪有金呢？这桌子金很好说，哪里金？这是个金桌子，金桌子，金桌我早扛跑了，还留在这儿。那这什么桌子呀？木头的，木头的，木头的，原来是什么？木头之前是树呗。那树怎么变的桌子呢？那得是木匠师傅做。木匠师傅拿什么做？奔凿斧锯。奔凿斧锯什么的？铁的呀。铁字怎么写？大一坑加铁字不会写。你写这边一金字边，有金了。哎哎，有金了。你先等会儿，我说这边一金字边的，沾金就算。科学是很严谨，这还严谨呢？哎，有金了，沾金就算。对，我说这哪有木？你说的啥呢？木头的。还问还问。桌子哪有水？桌子原来什么的？直说这木头树树，种树的时候不得浇点水？有水啊。哦，得浇水。对呀、啊，哪有火？哪有桌子哪有火？哪有火？嗯，说这事儿 啊，你没赶上。我没赶上。说远古时期啊，我就你赶上了。远古时期谁赶上了？我爷都没赶上。我没赶上。叫燧人氏啊，发明了钻木取火。啊，对，怎么取火？有火了。啊，您的意思是桌子木头可燃？对啊，火。树老自焚，木能生火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有啊。桌子哪有土？桌子什么的？木头的。木头原来树啊，说回来了。种树的时候在哪种？地上呗。地什么地？土地。有土了。都有吗？还真有这七个字。是，我再换一下行吗？随便换。这是用的东西，还有进嘴吃的能行吗？可以。什么吃的？哎，这儿我上那边口渴、我吃一苹果。苹果，哎，有这七个字的。苹果，先说阴阳。对，阴阳。先说阴阳。嗯、你拿过一苹果来啊？半拉红，半拉青。啊，有青的。知道为什么青吗？为什么？叶子倒了，阳光晒不着。嗯。所以青的地方就为阴，红的这边为什么是红呢？为什么？太阳晒着了，所以红的，所以就为阳，就跟桌子一样，晒得着为阳，晒不着为阴。晒得着红的就为阳，对，晒不着青的就为阴。没错，明白了。苹果哪有金？苹果哪有金？嗯，哎，这是个常识问题。什么常识？吃苹果你肯定得镶金牙呀。你凭什么呀？我浪吹的。我不镶金牙也不吃。不镶金牙，我镶烤瓷的好不好？烤瓷，我镶什么牙呀？哦，也没金字边。苹果哪有金？苹果嘛，嗯，对吧？哪有金？熟了之后，你怎么给它摘下来？那是咱舔子舔呗，在树上。舔子什么材质？铁的。铁子怎么写？这边金子有金吗？我老是沾金就错了。哎，我下回我不动铁器了。苹果哪有木？苹果树什么的？树。苹果哪有水？苹果嘛，啊，你拿过一苹果来，嗯，你要吃肯定得拿水洗，对不对？这是外来水，本身哪带水？本身也有水。哪里有水？你苹果嘛，对吧？嗯，你咬开了，里边有那个甜水，有水。啊，甜水也算是水，多新鲜呢、啊！苹果是水果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苹果哪有火？这我知道。远古时期，你跟你爷爷都没赶上。有一族人叫燧人氏，发明了苹果取火。你要疯了？你说的嘛？那苹果
得拿俩这么磕。这是他们对的。哪有啊？苹果嘛，啊，肯定有火呀。哪里有火呀？苹果嘛，对吧？苹果是水果。对，对吧？水果有很多啊，有香蕉，对，有橘子，嗯，有梨，对，有西瓜，是，有火龙果，有火。我问苹果，谁问火龙果了？问苹果，对，苹果哪有火？嗯，你吃过煮苹果吗？煮苹果的时候啊，不得用那个？我用电磁炉，我不煮。我就生着吃，是哪有火？我说哪有火？不是，这换，我凭什么换呢？吃点梨，我就吃苹果。你便宜，便宜，我吃苹果梨。不是你干嘛偏吃苹果呀？废话，我卖的火呀，我卖火，还卖火，有火了。都拿我嘴里说，感谢，苹果哪儿土？苹果啊，在树上，树在那地上，地上地土地上，都被抢答了，智商有点高低了。再找一个，不是，别再找了，不是，这差不多。啊，来人了，你快到到点了。不用不用，没事，罚款我替你交，我再问一个。很简单啊，你别着急。没有会，不没有会，你不是会，不是，这妇联找我开会，复仇者联盟啊。你当第二代钢铁侠是不是？什么不是？你甭管什么连，你今天不给我解答这第三个，我送你去残联，你知道吗？非得问，就最后一个，答对了，您走您的，好不好？就最后一个，很简单，其实一样。我好吃山楂，就是山里红啊。就我这七个字你自个儿往里套不就完了？我傻呀。我远古时期的事儿我没赶上呢，不知道你帮我套一下。最后一回了，最后一回，哪儿不阴哪儿不阳？山里红，你拿过一个山里红来，对，半拉红，半拉青，多大的青的？山里红，全是红的。哎，我又有一个问题了，你说是这太阳绕着山里红转呢，还是山里红绕着太阳？哎呀，你怎么凭什么？你怎么做到的？你问我，我问你，阴阳说，非得问，我太想知道了。你看啊，拿过一个山楂来，对，它全是红的，全是红的，它就全为阳。阴呢？没有阴，没阴像话吗？对，没阴像话吗？啊，你说的，对，它得有阴呐，哪有阴呢？它。它掰开了，里头什么色？白的，为阴。外头找不着，跑里头找去了。什么话？什么话？什么叫外头没有，跑里头找去了？行，这外头晒得着吗？无所谓，对吧？里头晒得着吗？重点来了啊！啊，山里红哪有金？山里红肯定有金啊！哪有金呢？你山里红它熟了，你怎么给它摘下来呢？啊，你拿剪子。不，来了，快救命！不。谁用剪子？我拿竹竿敲，拿铜竿一敲啊！是说竹竿？竹竿哪有金？铜竹竿一敲啊！竹竿没有铜，技术过敏，碰铜我就死。你捧多少？没。哪有金？你敲下来摔烂了，没法吃了。我就好吃烂红果，你还就挺格色啊？哎，没错，省省我这烤瓷牙。不是，哪有金？你看你哪有金？山里红，山里红，你这样，就算你吃烂的啊，对吧？你肯定吃不了吧？我吃不了，你得拿出去卖去。可以，对吧？现在有那种卖的叫大挂山里红，哎，穿串儿，哎，穿一串挂脖子上，那又好吃又好玩，跟玩具似的。哎，对了。山里红是硬的啊，那馅儿是软的。嗯，你拿什么给它穿过去？哈，你说这么软的馅儿，怎么穿过那么硬的山里红呢？对呀、啊，我拿竹签捅。竹签哪有筋？竹，哎，竹签它不尖。对，对你拿什么削那尖？我拿小玻璃碴咔出来。小玻璃碴没有筋。
就是叫糖葫芦啊，冰糖葫芦我最爱啊，你知道吧？冰糖葫芦对吧？穿一串啊，对吧？里边加点馅儿，对，加个豆沙呀、啊，加个橘子瓣儿 啊，加个腰子，加个韭菜呀、啊。你吃串儿去。对，你得加馅儿嘛。对，加馅儿，他得拉那口吧？没错。你拿什么拉那口？我拿馅儿勒，拿勒一个，你勒一个，哪有劲？不是，你别着急啊！我不着急，谁着急不知道。哎呀，就是你山里红，你得做糖葫芦是吧？对呀，糖葫芦。做糖葫芦你得熬糖吧？废话，不熬糖叫糖葫芦吗？你拿什么锅熬糖？我拿砂锅，砂字怎么写？一个十一个上，锅字呢？一进的边有。